知都公布咗啦，即係我哋首批推售嘅單位138個啦，咁啊，最平均嘅切實嘅尺價14488，咁啊由13969蚊一尺起嘅。咁如果睇翻呢批單位咧，其實好集中嘅一房同兩房，咁嘅賣價嘅切實計咧，其實都係450萬去到730幾萬嘅成交。咁啊，全數單位其實差唔多，頭先都提過啦，80%都低過700萬。咁啊，接近全部嘅單位咧，其實都低過750萬。咁我相信都好配合，即係近期啦，即係一啲市場最大需求嘅單位啦。咁都係一啲一房同兩房，兩房我相信都好啱一啲小家庭啊，一啲換樓客咯。咁啊，一房就好啱一啲首次置業人士啊，或者一啲投資客嗰啲。咁呢個都係我哋覺得最有信心嘅單位啦。所以今次就首批單位咧，我哋揀選都係一啲我哋好有信心嘅單位。同埋呢批單位咧，睇翻過往我哋一期嘅銷情咧，其實我哋到目前為止啦，賣咗有558個單位，呢個套現都35億4000萬嘅啦。咁都見到其實呢批單位嘅係最受歡迎嘅，咁所以今次我哋都專登係揀咗呢批單位作為我哋首張價單嘅單位啦。咁價錢嗰方面啦，咁頭先都講到啦，我哋仍然係維持一個吸引嘅水平。咁其實如果睇翻依個尺價咧，14488蚊，其實依個定價嘅水平都差唔多係等於接近翻我哋 season price 啦，第四張價單嘅水平。咁可以某個程度去講咧，都係屬於一個原價嘅加推，原價嘅加推。咁我哋都希望咧，繼續可以即係啟動個成交，令到個市場可以更加多成交咧，俾到大家一個指標啦。俾到大家一個信心。其實就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嘅，因為上個月都係減壓之後啦，咁我相信一定係將一啲過往減壓之前嘅購買力係釋放咗喺個市場嘅，咁所以都引致到即係譬如話三月啦，整體嘅一手銷情有4100多宗啦，差唔多。都是屬於過往的11年一個最高的紀錄啦嚇。去到4月嘅，咁我相信嗰一手的銷情都會持續嚇。咁但未必會有4100多宗，咁我相信一定會超過2000宗啊，3000宗都有機會嘅嚇。同埋都要睇翻咧，其實四月咧陸續都有好多一手盤推售啦嚇。咁我相信都會繼續維持翻一個唔錯嘅一手市場的成交，因為睇翻過往啦。其實一手市場平均都一個月大概1500宗到啦，咁你話如果真係今個月四月做到係2000到3000宗嘅，其實都係相當唔錯嘅，因為睇翻喺三月咧，其實都消化咗好多發展商放棄嘅單位，咁發展商亦都或者適量地咧去調整咗啲優惠啦，咁所以見到近期嘅其實一啲一手嘅成交梗係冇之前啦，每日嘅宗數咁多啦，但係都維持到一個唔錯嘅數字。同埋嚟緊咧，因為陸續都有新嘅推售啦，咁我相信四月嚟計咧，一手嘅銷情都會唔錯嘅。咁我哋亦都期望啦，我哋首輪嘅發售可以安排咗喺四月之內啦。咁最快嘅就係下個星期嘅週末啦。咁我相信就對於今個月嘅一手嘅銷情一定會有一個幫助啦，起碼都會去到一個我哋覺得唔錯嘅水平。咁呢個盤話，我相信都要睇即係嚟緊個週末啦，那個市場反應啦。咁但係我哋預計應該都係理想嘅，因為睇翻過往其實一個星期啦，即係我哋就算私心批都 keep 住有成交嘅。咁我相信如果我哋維持即係現價嘅水平咧，應該喺個市場上仍然有好大嘅吸引力，因為14000蚊就已經住到喺市區。住到喺港鐵站上蓋，住到喺一個大型商場嘅上蓋，咁我相信即係都吸引到好多唔同地區嘅客咯，尤其是係新界區啊、新界東、新界商嘅客都有興趣。咁就個價錢嘅，咁我相信嗱，其實我哋目標嘅價錢咧仲有距離嘅，咁我相信啦，期待可以喺嚟緊加推嗰陣就啦，我哋適量地去調整我哋嘅售價，因為暫時保守去見到咧。
一個合理的市場價格咧，都有5-10% 嘅空間嘅啫。咁但係一如過往啦，我哋希望繼續貨源流轉啦。咁所以就喺我哋拍攝實啦，第一張價單啦，都維持係一個吸引價嘅水平，屬於一個平價嘅價推啦。咁頭先都提過啦，用一個就係再要復盤嘅價錢去要，我哋希望係維持翻我哋上一次四個價單嘅價錢嘅水平啦，去推出我哋首批嘅單位。我一定會，我頭先都提過啦。我相信同我哋覺得一個市場嘅合理價錢咧，都仲有5-10% 嘅空間嘅。咁嚟緊，我相信加推啦，我哋都會逐步啦，去收緊呢個距離，或者收窄呢個距離。見到咧，即係美國嗰個3月份都係高過預期嘅，可能佢都土壤呢啲即係息口係重要嘅，咁但我相信就美國嗰邊息口咧都係屬於外圍嘅因素啦，都唔係我哋可以控制範圍嘅。咁反而我覺得最貼身嘅就係減壓之後，很明顯係釋放咗嗰個市場嘅需求啦，嚇咁多咗好多投資客啦，多咗好多內地嘅客入市，同埋大家見到成交增加咧，個自由信心提升嘅。咁我相信呢啲都係推動到咧。嗰、那個市況可以持續嘅，咁減息，我相信嗱，每日都有唔同嘅消息嚇，咁就一時又會覺得有機會減，一時又覺得啊減息嘅機會或者要拖延啦。咁我覺得呢個外圍因素咧，暫時係未明朗嘅。咁作為發展商嘅，我哋會留意住。咁但係最緊要咧，今日嚟講，我相信整體嚟講咧，發展商嗰個取態都希望咧喺個成交上着眼咯。咁所以都會維持一個市價推售嘅策略。最重要多啲成交，咁你所以你見到今次我哋都很集中地推一啲我哋有把握嘅單位，希望繼續可以係見到成交啦，俾到市場嗰個信心。咁嚟緊嘅，我相信發展商都會因應呢個策略去推盤。星期六，咁就會正式就接受認購登記啦。咁頭先都提過啦，因為一期裏面咧，我哋見到仲有好多向外客。因為他們或者都是揀選一些、較為他們預算的不足的單位，尤其是兩房的，我看到很多客人其實都是一房是說的是450萬到500萬左右，那麼兩房都很明顯看到他們心目中是說的610萬去到650萬，那我相信今次我們看回我們138個單位裡面，其實都差不多有86% 的單位是低的700萬，那我相信都可以符合他們那個樓價的預算。其實一次絕對不擔心，其實你看回三個項目都涵蓋了在不同的地區，包括有港島區、九龍的中叫做佢哋唔係九龍嘅中部啦，同埋就 central 啦，咁亦都有我哋一出康城都屬於係九龍嘅部分，咁都係涵蓋咗唔同嘅地區。咁但係亦都見到好明顯啦，其實現階段嘅發展商都係有信心推一啲有實力嘅盤或者一線嘅盤啦。咁無可避免啦，一啲港鐵站上蓋嘅物業一定係啲一線嘅盤啦。咁我相信亦都希望透過一啲一線盤嘅推勢咧，帶動個成交。希望可以俾多啲指標個市場，令到大家嘅信心可以盡快即增加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